系大家好。哇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好开心。好开心今日喺度就见到大家啦。咁啊，大家买咗飞未啊？系咪真系买咗噶？有几多人买飞？可唔可以举举手？哇！呢边咧，哇！多谢你哋支持《中年好声音》演唱会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带一首即系我唱快歌比较擅长啲嘅。咁我想同大家一起玩，因为唱歌 busking 系应该大家一起玩嘅。如果我陣間將支麥遞出嚟俾你哋，講一個字嘅啫，飛，大家試一試咯，準備，一、二、三，大聲啲嘅，長啲嘅，一、二、三，呢個記住啊，第一樣，第二樣就係有一個音，即係我哋一齊唱歌嘛，個音好簡單嘅啫，就係，哇哇哇哇，你哋。我哋加啲鼓先，我嚟一次喎，我哋試下先。準備有咩啦？我哋一齊練習一下先。哇！声太细，发现自信也都荒废。当发现活着只不过一个躯体，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。青春之后接过，有时无情的洗礼，总担是别人的影遗。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，生命或许可以。从头来一遍，你会写上什么价值，什么意义，什么